早安各位，续昨天爬完山之后，然后我们一大早又要去哪里？寿天宫。我们的玄天玄天上帝要我们去禀报四天，领什么我不知道，也不要问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们要去寿天宫进香，然后还要去二水的桃山庙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先集合，然后跟幼稚园的人一起出发 ，Go。拜拜。都不能靠近我。他如果推你打你的时候，等我律师啊！我就赶快呼唤说：“嘉诚，嘉诚，这边不排除提告。”为什么大陆都把庙盖在山上吗？因为山上的地比较大。各位华冈艺校的学弟学妹们，如果有兴趣当机身的，可以来联络我们。我们一起发大财！发大财！一起发大财！这样子很像领队。对啊，刚才游览车不接了，直接跑来跟你们进香。我听到哪吒太子快虎哥要来，我马上来耶。然后一队人说我长得很像虎哥。你怎么长得那么像虎哥？我不知道啊，要问我妈嘞。奇怪，我爸跟我妈 MDNA 哦。你有打针吗？没有。你也太近了吧！快点，把我剪掉。看起来像哪吒吗？排队，二选一哦，二选一，小莲吃很多，一个，我们先八点十号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到了，还有空，这已经要叫错名字哦，不要叫我菠萝包，对，然后等一下拿到可以去过炉哦，小莲，不要晃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心心顺心，巧克力心都要融掉，对，有多冰啊，多交换礼物哦！哎呀，收起来，要冰起来。好，我帮你冰起来。好，我们来是妹妹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小妹妹。来，妹妹。哇，那个酒的面好可爱。那我们拿起妹妹好可爱。哎！哇，弟弟聪明哦，聪明。弟弟聪明，知道要拿那个大的。有前途，有前途，有前途啊！直接排，直接在他们中间。哎呀！
我一二一，啊！来给他，哪一个再来一个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这个比较多钱吗？二三，耶！你会往前吗？大家一定很好奇里面装什么。还好这个。还有过个炉，好多人在过炉。好，烧掉了。这个是菠萝包给的。是小莲从菠萝包手上抢过来的。我们现在要先回港啊，准备先去吃饭。我们要前往下一站的，好不好？下一站去哪里吃饭？老铁牛，好不好？铁牛啊，铁牛运运工厂。来，下面一位。我们来这人超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，我记得因为疫情已经都打开了，然后报复性进香。报复性。对，报复性进香，各位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请神了。请神需要一个进去的时候把神尊请进去，会给你一张这个。我女儿是你的粉丝，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？来，先过他说他女儿是我的粉丝，爸爸来跟我拍照。回去跟女儿炫耀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女儿一定会吓死你啊！他女儿一定会，我怎么没去啊？没有了吧？来一杯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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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很可爱？虎爷吊饰，对，我超爱的。这个我们虾皮炼材干仔店有卖哦。啊，这个都是神明加持过的。第二站来到桃山庙了。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。头发越来越乱了。加我吹你才变。哎，豆豆。好，豆豆。丢脸啊！我要来帮我往那边哦。谢谢。不客气哦。好。好。谢谢。不客气哦。谢谢哦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九冠鸟。我包你好。九冠鸟。你好。鹦鹉。鹦鹉包。乖乖。鹦鹉包。你太累包嘞。啊，走了。拜拜。各位走了。拜拜。五哥要回来的哦。
之后会在那个社群里面发布任何的活动，都可以进来玩。要参加幼稚园一定要满20岁，要有工作的心。对，第三个就是带着一个健康纯洁的心，纯洁。在里面讲话不可以太低。先说一下，昨天有脚酸的举手。两个而已啊，其他都还好。不用担心，还有三座山要爬。昨天只是去郊游而已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等一下回程的。好，那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加入我们幼稚园？我想看你在搞什么东西。你不可以笑场，多礼。来，为什么你想要加入我们幼稚园？好，我听到了，我就看你在搞什么东西。哦。因为很会演戏。有，不是中国的地域吗？有，这个有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因为好玩，因为很帅，好玩又有趣。来来来，来，我喜欢谷歌。哎，来来，握手握手握手，开心最重要。哎，是是，来来，换你换你，好玩。哎，有酒友，来，有酒友。听我讲完了，听我讲完了。有酒友，那个翻一下上次的影片。腔调的大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清醒的你还是酒醉的你？现在为止还清醒。啊，清醒。目前还清醒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昨天脚真的很。然后还要演戏，还要演戏，演员不好的。你说我们骗，真的骗得很辛苦，总还是有一点，这个他脸，总还是有一点值得我们骗的感觉。谢谢各位粉丝，谢谢各位听众，骗得这么的让我们心甘情愿。谢谢，值得啦，值得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大家进来，回太子店。然后就可以下班了。哎，对，老板，你确定等一下要下班啊？老婆，等一下可以加薪吗？2000。哦，老婆说可以。2000 OK 哦。可以。OK， 可以，坐一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好啊，很好啦，那影片看到这里，这是我们的幕后花絮，好吧？因为每次人家都说，又没了。没了，下一集，下一集再说。对啊，后面的这个幕后花絮让大家看得爽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家喽 ，Go， 拜拜。